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继进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品红老师。情感导师徐伟老师，欢迎徐老师。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雷老师。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结婚前我俩本来说好了的不要孩子，结果现在呢他又以各种方式来逼我生孩子，脾气阴晴不定的，天天呢他也不好好工作了，我就觉得他就是故意的。既然没有孩子也没有压力，我就想怎么开心怎么过，不可以吗？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杨先生43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有请。王女士39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有请。王女士，有请。为啥现在那么想要孩子了呢？具体有两件事吧。第一件事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没上班，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大眼瞪小眼的，总感觉生活少了点什么。有一次那个同事打电话呢，就是听见对面有孩子欢声笑语声，就是突然之间就有种想要孩子的那种感觉了。再加上父母也想要孩子，所以说我就想要孩子了。第二件事就是过年回家嘛，有个亲戚生病了，完了我们去探望他，就一个护工在护理他。我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了，就是我们到老了身边连个照顾你的人都没有，就感觉特别可怕。为你想要孩子是吧？对，因为我比较害怕生孩子，也是跟他提前已经说好了。刚结婚的头几年吧什么都挺好的，现在呢什么都不说了。他出去上班了嘛，下班回来的我一看他脸色也不太好，我感觉肯定是有点什么事儿啊，我就寻思问问他嘛，你怎么的了呀？然后人家丑都不丑之间，我没事儿跟你说你也不懂。这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是吧？对呀。还有啥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他以前他有什么事儿，比如说同事要是请他吃个饭呀，或者是临时有个加班呀，他都会提前告诉我一声。可是那段时间呢，我有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你晚上回不回来吃饭呀？他说啊我回去吃，我就多了一桌菜在家等他，左等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我发消息他也不回。那不是刚下班临时有事儿吗？同事非得说要聚餐，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嘛，我就跟他去了。那你去了的话，你就是连个发信息的时间都没有吗？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你应该知道我在外面已经吃了，你就自己吃呗。我自己在家吃饭，有的时候我自己在家吃了，他回来的时候他又说我不等他，吃也不对，不吃也不对。那行，你一次是你忘了，后来两次三次好多次你都是这样啊。你有的时候你晚上11、12点的时候你都不回来呀，你也不跟我解释一下你干什么去了，就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傻等，我连饭都没吃你都不管我吗？我挺好奇的先生，就这想生孩子不是应该对老婆好吗？要不然你怎么生啊？为什么反而你用这种态度对他呢？就是突然之间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感觉就是想发脾气，并不是说我故意跟他发脾气，感觉控制不住。他以前主持人以前对我特别上心，我们刚结婚的头几年吧，不管是结婚纪念日啊，我的生日啊，还有平时一个很小的一个节日，他都特别上心，总有一些小惊喜。现在肯定不会了是吧？现在你问问他现在什么样啊，最远过分到去年他连我们结婚纪念日他都不记得了。那时候工作不忙吗？忘了。那我就说咱们两个就出去吃一顿饭不可以吗？我也没说让你怎么样呀。吃饭每天不都能吃吗？是每天都能吃饭，那每天吃饭和结婚纪念日能一样吗？你知道他竟然过分到什么吗？他竟然跟我说你要想吃你自己去吃呗。那你觉得他说这话对吗？他现在的态度对吗？我要自己去吃的话我还要你干嘛呀？他现在的态度他就是在逼我生孩子。因为我这么爱你的一个男人为什么不想给他生孩子呢？我特别好奇啊。按您的描述，这个男人曾经非常的爱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说过，他特别害怕，特别恐惧生孩子。现在工作怎么样？现在就是打零工。为啥呀？因为我不想把这死身子，就是在工厂里上班，每天把我那个后半生绑在那个工厂里面。零工打得怎么样？收入怎么样？收入还可以吧，也不比在工厂里上班挣的少。未来如果要孩子的话，咱不得攒点钱什么的吗？他不想生孩子吧，我无论挣多少，就是感觉我们够花就可以了。他就是嘴上说的好听，自己他现在那个臭脾气呀，特别暴躁，以前他从来不会这样对我。你有没有觉得他现在对生活的态度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现在生活态度我感觉他特别颓废，特别不积极、嗯、而且情绪方面吧就感觉像对着一个定时炸弹，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爆发。嗯，而且他那个干什么他都不积极了。比如说干什么不积极呢？你说我们岁数也都不小了，我也是为了我们将来考虑一下嘛。然后我就想让他找一个相对于稳定的工作。嗯，你既然咱有那个能力稍微多挣多一些，有以后你起码你一个稳定的工作，你有一份五险一金吧。到老了咱干不动那一天有一个保障呀。我现在我可以去打工。那我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呢，我还可以去打工吗？你可以去打工，有人要你吗？本来那时候那次我托身边朋友帮他找了一个相对于轻松挣得高一点的工作，我不是说让你去干多么多么累的活，那你起码你得试一试，也是对我的一个尊重吧。他倒好，他是怎么做的？当初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想去，为什么要给我强迫我去呢？那我是为了什么呀？我不是也为了咱们以后考虑吗？对，说到你们的以后，你规划一下你们的以后是什么样的？现在我就是想先工作，攒点钱之后呢，然后把我们现在所住的房子换掉，换一种那种养老社区。那样的话，对我们以后老了，起码有人给你送个饭呀，有人帮你收拾一下屋子呀，起码就是对我们老了有一个保障。但是他不同意呀。为啥？我们把这个钱就是活在当下不好吗？快乐一天是一天呢。你现在是快乐了，那以后呢？你不为我们以后考虑吗？我们的岁数也越来越大了。我们不是有养老保险吗？那我想过好一点的生活，难道不对吗？我觉得他这些都是借口，他就是想让我给他生孩子，就是我不想给他生，然后他就在报复我。我再问啊，你说他现在变得消极，对吧？他以前的消费观是个什么消费观？以前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都挺积极的，工作呀，然后那个也平时就是该花的花，也没有说什么乱花钱，因为有正式工作嘛。现在呢？现在就是自从我跟他说完了，我拒绝他了之后吧，然后感觉他。哎呀，对我对生活都特别不上心，工作的时候也就是找那种短期工，甚至有可能我休息的这段时间比我工作的时间还要长，反正我有钱花呀。那现在乱花钱吗？乱花呀，我觉得他就是乱花钱。你挣的那些钱是足够你自己花的，但是那你总得为我们以后攒点钱吧。他今天看谁家手机好了，哎呀，我想换一个。明天哎，我又相中那个小音箱，哎呀咱家这个不好了，我又去买。我觉得他买那些东西没什么大用啊。他过去是这样吗？过去也买，但是不像现在钱挣得多呀。对呀、啊、以前我们有固定的收入，你这些小的开销啊，买你喜欢这些东西，我没有不让你买。我不是说不让他花钱，你可以买这些东西，但是你得有一定的基础啊。你有那份收入的话你去买，你现在你工作你都不积极了，你还去乱花那些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钱够花就可以呗。再说我花的钱是我自己挣的，我有一部分是不是也补贴家用吗？我本身吧，我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爱好，我就喜欢养点小花花什么的。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在家嘛，他不好我心情也不好，我就觉得养点花，我看看花啊，我挺开心的。那我买花又不贵，然后他也来说我，你买我就给你送人。送了吗？我买完了他就都给我送人了。你不是说攒钱吗？攒钱你买那么多花有什么用啊？没什么用。我对我心情好呀。哎呀，静静的面对的时候，先生的这个心里面起了巨大的波澜，是吧？一定要孩子，是吧？其实我就是想要，但是他不想生，我也不强求的。但是就是情绪不好，是吧？对，我就感觉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刚才其实问过那个扎心的问题，我还要问一下，你爱这个男人吗？真爱吗？他说我们有一个孩子吧，为什么不想给他生一个呢？就是一种恐惧。我以前我是做护士的嘛。就是总是面临那些产妇生产呀什么的，哎呦，我的那种痛苦，我就是心里越来越恐惧，特别特别恐惧。我也不知道，但是身边有好多护士同事什么的呀，也都不结婚的那种，两个人生活的也都挺好的，也不是非得要孩子嘛。我再问个问题啊，应该是爱老婆的对吧？我非常爱你。那算了吧，你既然非常爱，你就不要那孩子了呗，较什么劲呢、啊、夫妻俩。我也并不是说非得逼他，就是我就是有一些就是突然之间嘛，就是想要了，但是我也没逼他呀。那你为什么这么冷淡的、就是、或者冷漠的？并不是冷淡，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不生的话离婚吗？不想离。不想离和不离是两回事儿啊。离婚吗？不离。啊，不离。但是这么过着有意思吗？
你也控制不了，天天伤害他，他心里也难受，你心里也难受。我想在一起，有可能以后我会慢慢改变的。如果变不了呢？就是今天，其实你看啊，只是因为疫情期间在家里头，突然听到了一个电话，就这样了。回了趟老家，突然看到了一个长辈无人照顾，一个护工在照顾，就这样了。那可能再过个十年二十年，你这个渴望会更厉害啊，怎么办呢？没办法，只能说是走一步算一步吧。但是你要跟他在一起过日子，你又克制不住情绪，是这意思吗？对，我尽量克制。可以接受这样的男人吗？现在这个状态不太能接受。爱他吗？真爱他吗？爱他为什么不给他生个孩子呢？这是个死结，我改变不了。这就好像说我爱你，我可以为你付出生命，是吧？但是我不能为你生孩子，因为在孩子和我的生命之间，我宁可放弃生命。但这里面有个巨大的逻辑荒谬啊！生孩子就是个痛苦嘛，恐惧克服不了，爱也战胜不了。那明白了，时间留给各位老师，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是医生，你是护士，咱们是医疗行业，但是我可能偏心理，因为话或者是我们整个大的事儿。问女生两个问题。爱了，在你一定要让他给你生一个孩子之前，你对他是百依百顺。那什么叫百依百顺？相信你们两个一起出去吃饭挑的餐厅，应该主要以他的意见为主吧？对，对吧？然后平时的消费等等，这些都应该主要以他的意见为主吧？对。如果说你一直是把对方当做一个小仙女在宠，你没有让对方意识到他在生活当中也是有责任的，那么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就不想生，以前你答应好我的，对吧？你怎么可以现在说话不算了呢？你为什么天天出去打短工？你就不能有一个长期工作吗？就是这个状态。你能不能换一个态度跟他相处？你的行为是对方不生这个孩子，你所有的生活都不入正轨。对，你明明有你的想法，为什么你不说呢？如果我就不生，你打算怎么办？来，直说。你不想生就不生，我没说。如果我就是不生，你打算怎么办？直说。直说也是不想生就不生。哎，我已经很努力想让你说出自己心里话了啊。如果你还是这么表达，那接下来一切的承受都是自找。也就是说，他就算不跟你生孩子，你也没有可能跟他离婚。那将来你会不会一直这么委委屈屈的，生活不上正轨，工作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跟他的感情生活就是每天一天到晚冷冰冰，会这样吗？不会，我会尽量。那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你既然嘴里说着不会，你用这样的生活状态你在惩罚谁？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生活状态惩罚他？你有什么话你可以跟他说呀？你不跟我生孩子，我跟你过日子很不幸福，所以我现在没有奋斗的理由。你换一种态度跟他说，你把他当成年人，他才可以扮演一个成年人呐。雷老师刚才一直在鼓励你要表达你的心声，其实人们更希望你能够做真实的你自己。如果一直在伪装，大家都累，日子是过不好的。为什么你的老婆变得也那么固执？这一层面也和你有关系。所以还是那句话，生孩子背后到底你们想要的是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本身的问题是什么，非常重要。为什么雷老师跟你急呀？急在哪儿了呀？他坦诚，看起来他特讨厌，其实坦诚啊。不管怎么样，我坦诚，我说实话，我就是不想生，你别管什么理由，我就不生，这就是他的生活状态，挺好的。那你坚持啊，你的夹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儿。我们不用爱这个东西绑架别人，但是至少爱可以给人一些改变的力量吧。这个力量我们看不到啊，这不就于老师刚才说那个话吗？
如果这是个病的话，你愿不愿意跟我聊聊？我不愿意，我就不。俩孩子，只有孩子在抢糖的时候才这样。你把这糖给我，不给不给就打，打不过怎么办？打不过就哭，哭了还没用怎么办？就在那儿撂蹶子。但是小朋友都知道，撂一会儿蹶子，撂累了就起来了。两个小朋友还和好，那是小朋友的方式。你们是成年人啊，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啊，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其实，你今天说的那些话，我心里也明白。我就是想，我们有个孩子，但是你不同意，我不会强求你的。但是只要我们以后过得开心就好。你说的赚钱，我以后会努力。我觉得。我对你现在看不到任何希望，你知道吗？就是你给我的，就是这段时间给我的变化太大了。我现在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去接受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我之前我也跟你说好了是不要孩子，而且我觉得就是我所做的，我跟你说这些话做的事也都是为了我们的以后好。我想我们以后的生活过得好一些，我有什么错吗？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特别颓废。我有点接受不了。啊，做你自己的选择就行。谢谢两位，请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范例，就大家老说，哎呀，大底线不一样的时候会怎么样？就是这样。核心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这样。这不就是触及到了一个个体、一个生命体的最核心利益吗？我想有一个孩子有错吗？你作为我的妻子，你还能生育，你帮我生一个孩子，我有错吗？没错啊。作为妻子来说，我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想做母亲。我可以很爱你，但是我没有做好做母亲的准备，我一辈子也不想做一个母亲。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要我爱你，你爱我就够了，也没错。错在什么地方？错在那个女人应该找一个接受她这个观念的男人，那个男人应该找一个爱她并且愿意为她生一个孩子的女人。所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我觉得他这个人太事儿了，把很多事情都搞得很麻烦。我只是做什么事都比较认真，这有什么问题吗？他还得理不饶人，我觉得和他在一起后越来越累。很多事情他就是总是得过且过的，如果我不管谁管啊？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好儿3岁，来自长春，自由职业，有请。小金22岁，来自长春，学生，有请。欢迎两位啊。谈恋爱谈了多久了？快2年了。觉得他做事儿有点接受不了是吗？开始就是感觉就他特别细节，然后什么就给我很多感动，然后结果到后来吧，发现他就是特别事儿，而且是什么事儿特别较真，就基本小事儿在他眼就全能变成就是大事儿，而且都变得特别麻烦。什么事儿让你有这感受呢？就比如说我平时我在网上买东西，然后我看的东西这个东西挺好的，然后我就买了，然后2-3天到了之后，我收到这东西我老开心了，然后我跟他分享，然后他呢就是一盆冷水他就泼下来。那我确实就是觉得他买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好，就是有更好的选择。我也觉得你如果喜欢这个东西你可以选择更好的呀。我之前也是按照他这个办法做的，我告诉他我说这个挺好的，他基本就挑了1周时间，结果挑出来最后和我要买的那个原本价格就差2块钱，而且但是我基本总买的那个店铺我特别熟悉，我特别了解，我自己用在脸上的东西我就买我总买那家我就放心。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我都总是买过了，都已经买完了，你还要这么说。而且不止这次，还有我平时在中午订外卖的时候，那就正常人都是人家想吃啥人就吃啥呗。然后我那天中午我订了个炸鸡，他上来就说你往嘴里塞垃圾呢。我吃的特别开心，他总是就是把他的负面情绪就向我表达。当时我瞬间看着我的那个炸鸡，我就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个就主要是因为平时我挺注意这些饮食习惯什么的，因为我之前那个挺胖的，减过肥，所以说我对就是
外卖什么的，就是平时我不怎么吃鸡骨，然后我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经常跟他说，我说不要就是经常吃这些外卖什么，就是对身体不是很健康。那你今天管我中午吃炸鸡，明天管我就不能穿裙子，像这种小事他总是打了就为我好的旗号，希望就是说我确实就是为了你好，他就是说为了我好，希望我按照他的事情那么做。我这不也关心你吗？少吃点油炸的食品，是这意思吧？对对，就是这个。我很少吃，这都不是事儿，这都不是事儿。还有大事儿吗？还有拍照。我觉得我俩就是完全、就是、拍照也是大事儿了，听大事儿都是很大的事儿、哦。我俩就完全相反，就正常都是男朋友给女朋友拍照，然后一般不都是女生不满意吗？就拍的话，我还有我闺蜜她们出去玩，我们去的是游乐场，她到那一进门就让我给她拍照，我给她拍了能有三四十张了，没有一张她满意的。她跟我说她后面有垃圾袋，要不就是风把她头发把她造型吹乱了。我说的有错吗？你照的照片有一张能看吗？她特别较真儿，一天的时间我就根本没玩，就全程都在给她拍照。那天是我们好不容易就是出去玩一趟，而且那天还有她一个闺蜜，还有她闺蜜的男朋友什么的，然后我们四个人一块出去玩的。我平时出去呢也是经常让她给我拍照，她闺蜜然后也挺愿意拍照，然后我们就是同路中人。对，同路中人，就是志同道合，哎，就是一块交流一下，然后也让她参与一块参与了、哎、他让我参与是这么个意思啊，就是他跟我说这块好，你拍出来肯定出效果。我在那拍站了半个多小时一直给我拍嘛，我说怎么样，他说 OK。 然后我过去一看，我说照片一张没有，他照完的全都给我删了，他说没有一张满意，没有一张能看的，别照了。我怕给你看了不好看，你说不好看我再怕你生气啊。我在那站了半个小时一张能看的没有，我不觉得好不看不好看，就是你给我几张就留念就行，咱们就赶紧拍完就去下一个地方。他也不的就是拍完必须当场把那图片修完之后才能走。去完那个游乐场，我们基本就是进了个门，啥也没玩，之后就全都走了。那我拍完照，跟我想的根本都不一样。咱照相都照完了，那为啥就不一件事做到底，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玩呢？我们主要是出来玩，就不是主要拍照。那你要拍照，你为啥不去艺术照馆？你天天你就让人摄影师给你拍呗。行行行，就放在这儿吧。这事儿是大事儿是吧？还有更大，我们出去旅行，我俩一人拎个小箱上飞机，直接到那儿了，多好的事儿啊！他就是非得要带三四个箱子，他要把热水壶、床单、被罩他全带着。他说人家酒店的肯定不干净。到那个机场了，我们要额外办托运，就在那办，花老多钱。好不容易出去玩，去一次农家乐，他就在很远的地方，他还订了个酒店。去农家乐吃个饭，然后我住酒店还不行了，我住酒店不也是为你想吗？那住那个农家乐，地上全是老蟑螂，我觉得我咋就是不能。住了，人家都在住，挺高兴的。就咱俩来回折腾，人看咱俩像神经病一样。你再说了，我拎箱又咋的了？我出去玩哪有不拎箱？多拎点箱有啥不好的呀？谁拎电热水壶？哎、你让他拎吗？我不让他拎，我拎啊。就没毛病了，孩子。对呀、啊，多细致呀、啊！我心细点怎么有什么不好的呀？就是三四个箱，好像搬家一样，多浮夸呀！就你做的事情，你说是为我好，但我一点都不开心，我就感觉特别麻烦，而且就什么事儿，他就是好像和正常人不太一样。比如说，人家他朋友找他去做个兼职，跟他说500块钱一天，都已经说好了，他到那儿直接跟人工作人员吵吵起来了。然后我问他，我说为啥呀？他说到那儿人家跟我说400块钱一天，然后他直接就问人家，不对呀，不是给500块钱吗？咋到你这变成400块钱了？他就这么跟人一吵吵，后来我一问才知道是这么回事，是人家朋友没赚他的钱，抽了别人每人100块钱。不是，我就是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就算当时你到哪儿发现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你可以私下问的。有些事我就觉得咱俩人家吵起来，有些事我觉得咱俩不当时就搞清楚就给他干活，我觉得不太靠谱，我就是觉得。而且那当时没去的时候他是说500，那去的时候他说400，我就觉得这挺有问题的，我才去找他理论一下。我觉得没有啥问题了，他朋友基本就有什么事儿都不叫他了。而且还有就是我吃饭我就特别害怕和他一起去，他基本看人家服务员上菜上慢了，或者是把菜放在那个面前，就是可能声音大了点，还有跟人理论说人们你这服务态度不行啊，然后啥的。我觉得就是服务行业你就体谅一点吧，这也不算啥了。就是和我家长一起去吃饭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火锅锅里面有根头发，哎呀妈，他直接就说不行，你们这有根头发
然后人家服务员跟他说就是给他换一道菜，他也说不行，然后就又找店长，店长说给你直接免单行不行，他说不行，人家就问他想咋的，他就说你们得给我写一个那个说明书，我要是这七天之内有任何毛病了，我觉得没有啥问题啊，拉肚了，对啊，那我跟他父母一块去吃的饭，而且你知道当时桌上还有老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挺有这必要的，我也不差那一顿饭钱，我也不用你给我免单，我就让你给我写个证明，那万一呢，你说我们吃的还不是别的，吃的火锅，你说吃到最后了发现锅里有个大长头，但最后那一顿饭我们全家都没吃好，就一直看他和那个店长吵吵来着，回去的时候我家长说就这孩子也太小心眼了，也太矫情了，父母说他小心眼啊矫情，你觉得呢？我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吧，是觉得他特较真吗？就不止较真，我觉得他有点就是不是正常的较真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说刚跟他接触的时候觉得小伙子挺好是吧？我觉得他细致周到体贴是不是？对，然后后来这些所有的好就变成了你眼睛当中的找事儿较真儿，你知道吗？一根筋。我不管什么节日，我不管什么节日，我都会提前好几天我就会给他准备礼物，多好啊。我不管什么节日，我都好多女生不都羡慕吗？不是啊，你知道就是现在已经就什么样吗？就是他白色情人节过，黑色情人节过，绿色情人节过，亲情人节他全过，就是每个月那个情人节他都得过一遍。然后我有时候下课要五六点钟，可能就是回去没给他送礼物，他给我了个礼物，他就能一直叨叨，就是像一直在我脑袋里嗡。我觉得他能就是把这件事忘了，我就觉得他真就是挺不在乎的。就是每一个节日我都提前好几天啊，我就想，就是啊，这个节日我要给他准备什么呀？我怎么跟他过呀？我要给他准备什么礼物？然后就是每次到他那儿，就是哎，我忘了怎么怎么样，我就是觉得这不是什么礼物的问题，就是他真就是不怎么在乎，你知道吗？不是啊，不走心。那怎么能用一个礼物就衡量到我在不在乎你了呢？而且就是。就我有很多节日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吧，那你以后清明节你也想过？行吧，这个事儿就算很大了哈，影响两个人的感情是吧？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啥呢？目的就是我有时候跟他聊天我就感觉有点累，挺有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每天我就害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我就落下了一点什么东西，或者是落下了一个节日，或者落下了什么。你跟他过得很紧张。对，但是我真的没有感觉就是有什么问题，而且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到现在快两年了，我真的就是一直都挺在乎的，而且每一件事我都挺伤心的。特认真是吧？对，我很认真对待每姑娘。其实讲了两类事儿啊，一类事儿是对内的对吧，你说吃饭啊他管你吃菜呀、啊、这是对内的对吧，另外一部分是对外的对吧，他跟外界接触的时候你觉得他在跟外界那种态度上面给你带来了麻烦，你现在跟他在一起相处你是担心，有点担惊受怕，害怕万一自己哪个地方没注意他火了影响你们的感情，是这意思吧？而且我还有点就是害怕，就是以后会不会还会有这种小事变大事，但我没注意到。但是你害怕随便一点什么小事被他升级了是吧？所以那目的呢，就是我有时候跟他说，我说你别总就是说有些事情我问你为什么，他总说都是为了我好，然后让我去干嘛。所以你其实是希望这个男生做一些调整对吧？啊，你理想当中还是这个人，他做哪些调整你就接受了，觉得哎呀太好了。我不希望就是有一些在一些小事上，就是他就特别过于的，就是希望我干嘛，就是希望我调整成他一定要那样的状态。我要不调整的话，他就会生气还是什么？所以你希望男生能够稍微的降低一下他对你和对生活的一些严苛的要求，在你眼里是这意思吗？我希望他就不要再就是什么小事上就都那样。对，我也不知道怎么。所以今天你的这个行为你已经成功的成为了他啊，不就这么点小事儿吗，至于把他弄得这么大吗？不是小事儿，就是这都是生活中每一件事儿，你知道吗？就是生活中我无时无刻都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儿，我就感觉一分钟又出现这个事儿了，下一分钟又那个事儿了，特别窒息。都窒息了？很窒息。好，那咱跟他分手吧。就不能提这个词儿是吗？不
不是，就是。哦。怎么了？但是我有时候就想想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就还不想，就还不想那样。哦，一提这个词儿，两个年轻人都泪汪汪的哈。我没觉得你有那么细心啊，他哭了我也没见你有什么反应啊。行了，这背后道理是什么？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伙子，你爱女朋友是吧？很爱很爱，你说了很多，但是为什么把她给爱哭了呢？懂得怎么去包容，就很美好、很简单的一份感情。某种程度上是一类。你们俩真是一类人。类似的事儿，我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啊。我们家燕子被逆行的电动车撞到骨折，她去交通队看完之后就哎呀算了，太难找了，不可能找到，看监控。本来我认同了，过一晚上我睡不着觉，这一晚上不行，我必须得把这事儿给做到了，抓着那个人。然后我去看监控，跟警察配合，最终找到了。这过程当中，我老婆只是表达了她的意见，说不要太累了，太费事了，在这花太多精力了，我认了，咱把这病治好就行了。但是我不，所以呢，她也没有去看不惯，哎，也没有觉得我烦，觉得怎么这样。最终一笑，这件事就过了。我相信她的内心是认可我。因为结果我是对的，我做到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坚持我们认为应该的事情，同时呢我们要包容对方的特点，也就是说包容我认为对方不应该的事情。两个人要在一起要和而不同，基础上是什么呢？就是欣赏。你要懂得欣赏对方的优点而包容对方的缺点，这才是真正能够走下去、走长远、走得幸福的相处之道，明白吗？慢慢去试吧，这是你们现在状态是必然的，不才一年多吗？两年之后再看，觉得还真不错，三年之后再瞧，哟，我们都进步了，挺好。这就是互相学习，互相成长。就这样，谢谢曲总。我想问问你，你有收入对吗？就是平时去教小孩画画的钱。你这个收入足以买那个东西，足以买那个炸鸡对吗？嗯。所以我认为没有哪些泪水是无缘无故的，可能你的女朋友呢天真一些，阅历少一些，她说不出来自己的委屈。你要是爱她，你就爱她；你要是管理她，你明说。她愿不愿意被你管理，那是她的事儿。她在有收入的前提下买个东西给自己用的时候，咱能不能就别在旁边指手画脚了？我不是指手画脚，是因为我觉得。我也只是当时我的想法，他用自己挣的钱给自己买个东西用，轮得着你觉得吗？我就是觉得，我就是想，还是你觉得？你是想爱他，你还是想管理他？因为我就是，可能觉得有更好的选择而已，不是说不让他买。你的选择特别好，我可以不接受吗？可以。你哪来那么大优越感啊？不是，凭什么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由你来评价对错是非？我认为你应该多照顾一下他的感受，或者你弄明白一件事儿，你是想爱他还是想管理他？如果你想管理他，最好你现场问问他，您接受我的管理吗？括弧，事无巨细。谢谢雷鸣老师，我觉得，就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了，你知道吧？也是那么较真儿，也是那么觉得。我的想法就一定是对的，就是因为年轻啊，没什么，别那么较真儿了。我们就想告诉你说，如果你爱他，就刚才那个举动，你可以什么都不说，你可以心里难受，你照顾他就是走过去，轻轻地帮他拭去脸上的泪水，这多好啊，比你自己一个人在那儿绷了半天，是不是好了很多？正向表达，还爱他吗？还挺爱的啊，还挺爱他的。再过十年，如果他变成了你的先生，他推了四只箱子陪你出去，你会特别高兴和开心的。学会欣赏他，好啊，挺好的。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来，请开门。我爱你，你爱
来来来来来，站中间，站中间，来，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老师一起走进京云中央厨房，走进爱情保鲜节。有网友提问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一年多了，经常冷战，冷战过后呢，自然而然和好，根本没有去解决冷战的矛盾。但是现在每一次吵架，我男朋友就开始翻旧账，没有解决的问题都拿出来说。我也和他说过，有矛盾呢，我们就马上解决，可他也不听。我觉得我们现在进入了恶性循环，不知道是不是要继续在一起了。冷战的本质是什么？冷战的本质就是逃避问题和不愿意去沟通解决问题。翻旧账的本质又是什么呢？翻旧账的本质就是过去的问题没有被好好的妥善的解决。所以呀，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先学会如何沟通问题，如何和对方面对解决问题，别再逃避了。要再一次感谢四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